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可以听到鸡鸣的声音，公鸡打鸣的声音，早上听到这可以闻鸡起舞呀，可以进行晨练，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。美国这边也是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啊。在美国也有600万的华人，在美国的50个州分布的都有，从最西边的夏威夷到加州，这边一直到美东的纽约那沿线，都有很多的华人。我们也是希望欢迎海内外的华人有机会等疫情过后，有机会到美国来体验一下美国的生活，到这里留学呀、生活呀、工作呀都欢迎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亚利桑那凤凰城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